这里出来，出来速度也不是很慢哦，也还可以。就是我那个一出来，我想打个电话，把那个手机我放在这个椅子上哦，就手机拿一下，你前面不知道怎么样。他这个车子维修一下的话，大概是要多少钱？30打底。30万。对，然后再教育一下我妈。好的，我教育不动没用啊。就是说他平时也是这样子的，肯定有这样的习惯。然后再教育一下我妈，教育一下我妈。更多新闻下载北京时间 APP， 每一条新闻都发生在北京时间。